快快。银甲将军主风和节气，加岁迎车。九灵神君石河随风，藏在袍子里的假瓶子漏了，完了，他们不会发现我是假扮的了吧？欣欣向荣，铮铮日上。陛下，这看来陛下真的很急呀！啊？不，寡人不是都说了吗？寡人真的很急啊！既然如此，李成，请吞帝一观神物，随后便向祭台撒播净瓶甘霖。这萧敬平倒是到手了，可是要偷梁换柱，假瓶子里边得有水才不会露馅吧？你们看着寡人干什么？寡人身上有什么异物吗？没有的事。仙君，哦，寡人突然想起来还有要事需要处理，能否离开片刻，稍后再来？啊，吞帝请便。哎，瓶子。哦。你看着寡人干什么？住去！寡人的头疾是愈发严重了。陛下。再加上这恶兆，害寡人夙夜难眠，害寡人虚的连着游廊都走不完。就是这神宗婆过去破事儿多，都过了这么久，妈妈怎么还没把萧敬平拿回来？嫂嫂，我也是神族的。对不起啊。陛下，要不咱们歇会儿吧？不能歇，祈福大典要紧呐。好。